我们知道 HPV 现在高危型呢是三型，有些呢说是15型，那么就是至少是三型。大家什么叫嫁呢？我曾经问一个病人，一个病人告诉我说，他说是大夫，我去香港要打个那个打疫苗了。我就说是你打几价疫苗呢？他说几价疫苗就是那个8000吧，是不是8000块钱，是不是8000价呢？我说没有8000价，最多就是9价。那么大家就觉得价就以为是价格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所谓 HPV 的价就是它的型别，就好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们说肝炎有甲肝、有乙肝、有丙肝，它是不同型别的肝炎。同样的 HPV 呢也有不同的型别，那么高危型至少有13种型别。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大家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另外型别之间没有交叉免疫性，你打了这个型别保护了这个型别，对别的型别没有保护，所以大家看打的价数是不是越高越好呢？对不对？要我认为呢，恨不得打上13价呢就都去保护，但现在13价还没有出来，最多就是9价。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看，是不是9价就更好一些呢？它保护的型别多一些。那么有一些呢就会问说是，那既然这样子都打9价不好吗？9价呢是最新出来的，最初呢我们是把16型打2价，2价呢是16、18型疫苗，是16型、18型疫苗。因为呢对于宫颈癌来说呢，HPV 呢16型18型导致宫颈癌的发生率是最高。